我叫梁洁仪啦，系智爱中心嘅行政总监。今次嘅活动咧系兴歌万舞智爱夜嘅记者会，个目的咧就系推广咧六月十号星期五喺万锦广场钻石酒家嗰度咧举行一个筹款晚宴。咁个目的咧系为咗一班智障嘅人士咧就进行筹款，咁系帮助佢哋咧就系建造啲教材啊，同埋將佢哋嗰啲服務咧擴展多元化，因為我哋近期咧中心咧，我哋係推廣到係輪椅嘅服務，所以咧要求好多一啲嘅經濟嘅支援啦，而先可以能夠幫到咧佢哋多類弱能嗰個需要嚇。咁同埋我哋今次嘅活動咧，係得到好多嘅即係歌手啦，佢嘅充分嘅合作。咁佢哋準備咗成30-40首歌咧，去為我哋去籌款，希望咧就係多啲社區人士咧係多啲支持啊，同埋鼓勵。咁我哋當晚咧係有好多嘅學生嘅作品啦，咁例如咧就係陶瓷啦、手鏈啊或者各方面，而令到咧佢哋可以能夠咧係展示俾到社區人士咧啊，如果我哋有適當嘅支援同埋嘅服務咧，係可以能夠令到佢哋可以掌握到一啲嘅技術嚇，咁令到佢哋嗰個嘅工作嘅技巧咧更加熟練啊，咁樣。哈嘛，你好。